么时候开始调查我的？什么时候开始调查我的？从我哥被害的时候。所以你接近我，跟我家结婚，甚至不惜利用你自己的身体，这一切都是为了帮你哥调查死亡的真相。我跟我哥从小相依为命，我不能让他死得不明不白。如果你真的认为是我杀了你哥，你真的以为我不敢吗？啊！我十几岁摸枪，21岁进入黑蝙蝠，区区一把仿真枪，怎么可能唬得住？星宇。不要再做危险的事，好吗？你什么时候来管我？赵无敌还是苍明？你跟我哥是最好的朋友，却为了一个传奇代号成为竞争者。传奇代号苍明，只有上一任死掉，才会有下一任的出现。根据惯例，只有打败并且杀死上一任的苍明者，才能获得上一任的苍明。是我哥，而这一任是你。既然你认定是我杀了你。只是个愚昧，我以为我不会失去你，随着你的声音渐行渐远，来不及说再见。